九里香的影。或用作花圃及宾馆的点缀品，亦做盆景材料。你知道九里香如何养殖吗？快来看看吧。要选择地势平坦肥沃或向阳丘陵坡地，定植前需要经过整地、栽种时间、施放基肥。上盆或翻盆换土时，宜在培养土中掺一些氮磷钾复合肥。九里香不宜放在室内，宜放在半阴处。夏季必须注意防暴晒，冬季。